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医经络口诀系列，我是大脑时代的大天使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手太阴肺经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学习步骤。第一步，熟读经络。第二步，分段口诀。第三步，口诀还原。第四步，强化巩固。第一步，熟读经络。首先看一下手太阴肺经的简介。手太阴肺经是手三阴经之一，与手阳明大肠经相表里，上接足厥阴肝经于肺内，下接手阳明大肠经于食指，经脉分布于胸前上肢内侧前拇指桡侧，其络脉经别分别与之内外相连，经筋分布于外部。本经首穴是中府，末穴是少商，左右各11穴。症候：疼痛、发冷、酸胀、麻木等异常的感觉，一般常出现锁骨上窝、上臂和前臂掌面的外缘。肺经精气异常时，身体会出现咳嗽、胸闷、气喘、气短以及心烦不安等症状。另外时常也出现鼻塞、感冒、流涕和伤风怕冷等症状。主治：本经穴主治有关肺方面所发生的病症，咳嗽、气急、喘息、心烦、胸闷，上臂、前臂的内侧前缘酸痛或厥冷，或掌心发热等。手太阴肺经一共11个穴位，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。一个部分是手臂，分别有中府、云门、天府、霞白、尺泽。手腕部分有孔最、列缺、荆渠、太渊、鱼际、少商等6个穴位。第二步，分段口诀。首先我们看手臂部分的穴位，它们分别是中府、云门、天府、霞白、尺泽。我们把这5个穴位第一个字连在一起，谐音联想为中云天霞尺。首先我们想象在空中有一些云彩，所以叫中云。在云上有一个侠客，飞行在天上，在云端上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天霞。那么这个侠客呢，手上还拿着一把尺，所以叫中云天霞尺。我们再看手腕部分的几个穴位，分别是孔最、列缺、荆渠、太渊、鱼际和少商。我们把每一个名称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，谐音可以想象为孔列、荆台、鱼少。我们想象在冬天冰封的冰面上啊，有一个大的孔裂开了，所以叫孔裂。荆台是这个里面呢有一条鲸鱼，这个鲸鱼抬起头啊，还喷了口水，所以叫荆台。另外由于是冬天，那么在这里鱼还很少，所以叫鱼少，连在一起就是孔裂、荆台、鱼少。第三步，口诀还原。我们根据刚才的口诀图像来回忆。第一个，中云天霞尺。中代表的是中府，云代表的是云门，
天代表的是天府，霞代表的是霞白，尺代表的是尺泽。看第二个图像，第二个图像的口诀是孔裂金台鱼少。孔代表的是孔最，裂代表的是裂缺，金代表的是金渠，台代表的是太渊，鱼代表的是鱼际，少代表的是少商。第四步，强化巩固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及时的对口诀进行强化巩固。我们可以把口诀记录在笔记本、手抄本或者是手机 APP 上，每天进行复习。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手太阴肺经的两个口诀。第一个口诀是中云天霞尺，第二个是手腕部位的六个穴位，口诀是孔裂金台鱼少。